您看为什么我往这一站呢，连叫了三声师傅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来的比较晚。您是92年？哎，你是89年？对，八九年什么歧视？没有，怎么了八九年？虽然说我天天演出，比演出很少，那歧视我是怎么着？不是我怎么了？我今天没演出。九字科啊，对，肖字科这就不一样。怎么你歧视我们九字科？你怎么老九科怎么了？九科？那他问问角色好吗？啊？问问角色。你来了多少年了？你顶充其量，你是队长吗？你不也是队员吗？对对，叭叭啥呀叭叭？你在我这儿充其量就是我是一个新员工，你稍微老一点的员工，就是来了14年还没来最初的一个老员工。谁呀？是不是？咱也别说，你跟我去，就非得说你帮磕头，然后让我给你摆支，是吧？也没有必要。我有病！我有病！我白笑字儿，我有病！长春的雷劈就是四泉，你听我念啊啊！喷泉，喷泉，余光，对，我记着有个膀胱，膀胱是碎膀，知道吧？这干什么使？逗哏使的。合着你净给那个碎膀膀的。我就在长春给碎膀。我没问你是谁，我问你压谁。我告诉你，他北京人，我跟你说。你他妈能加一个字吗？乐加一个字好不好？你压的谁？你要干什么呀？你提醒您啊，啊，这是我善意的啊。您是吃饭就是靠嚼啊，还是靠磨呀？嚼啊。那您摘假牙干什么呢？我们假牙给他呀，假牙他不吃饭来的吗？吃饭用真牙呀。我实在没想到，这不声东击西吗？这不是？这牙套吗？这不就是？我也有啊，那玩意儿。尹世美是不是？啊，尹世美啊，谁美？我看你挺美啊，我还吓得你。假牙二牙套假牙有真牙，哎，那戴一个假牙，哎，你把这包袱圆上。哎，那就讨厌您了。有假，谁有假牙？不是龙马褂没有给我。只为龙啊，不长为虎，只许龙吞虎，不许虎吞龙，虎吞龙是必受穷，龙吞虎是必受苦。哎呦，我这怎么样？虎吞龙是必受穷，龙吞虎是必受苦。你是想不起来后面什么词儿了吗？你是不是想不起来后面什么词儿了？我怎么了我？再来一遍啊！虎吞龙是必受穷，虎吞龙是必受穷，龙吞虎是必受苦。我这个呢？别说话了啊！我再来一遍啊！虎吞龙是必受穷，对呀、啊。龙吞虎是必受苦。哦，全不好啊！哎呦，英国大餐厅啊，煤球炉子烧得旺，那不都是煤？您说那是哈尔滨吗？这怎么回事？那么暖和，这怎么回事？那人家有什么燃气、空调什么的呗？空调啊，啊空调烧得旺，那个空调怎么烧得旺呢？那我这热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没去过，我哪知道？你没去过，你老搅和什么呀？封上煤炉子，行吗？你说怎么着？问你，反正我八九年的。我不听您吗？我跟您学习。哦，咱们准备啊！准备啊！预备。
前后这儿上岗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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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长春降温了，素各位就是没有，没听说，不准备，谁告诉你？素包我没馅儿，多少钱了？这个穿着唱，还得穿着唱，再换那玩意儿被脱了就冷。我里头还有一件呢，一件没有吧？没有。贝贝家不是练舞蹈保持身材吗？贝贝家你以为是谁啊？哎，你以为呢？我跟你们以为的一样。别给自个儿鼓掌了，你们没羞没臊。哎呀，你穿过贝贝家吗？没装备呀？哎，你脱的够熟练的呀！哎哎，你是拿什么练的手呢？哎呀！找一个干净的凳子，必须干净，不干净有倒刺扎屁股。有倒刺儿，你手上就起倒刺儿，木头也起倒刺儿。哦，木头倒刺儿，你还扎几年？八九年怎么了？告诉你啊，不要自卑，别老嚷嚷啊，别老嚷嚷啊，别老生气啊！再说了，老生气容易得子宫肌瘤。往这一坐，跟点蜜跟都是。掏出一颗烟来，啥呀？吸烟？不是室内让吸烟吗？现在我问你，哎，室内要吸烟吗？你现在为什么要关注室内要让不让吸烟的问题？怎么了？你应该关注我从哪儿掏出来一颗烟的。这就问题来了啊！问题就来了，要饭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英国，你得说英语。来，你用英语要吗？英语要。完了吗？英语要。啥了？就是文物了吗？过来了吗？啊，是吧？啊，咱们小时候都学过吗？啊，是吧？This, Go! 恭喜太爷，贺喜太爷，本县喜从何来？罗云平说给你们俩弄伤眼了。好我现在是淘的了，我现在是淘的了。
行了。